第十五课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一，课文。一，真是没想到。HSK 考试的成绩发下来后，有的人满意，有的人不满意。一向学习很好的韩国姑娘金淑慧，这次却没考好。大伟，你考了几级？六级，你呢？才四级。没有你估计的好吧？不，我一点也不意外。阅读理解那部分，我有好多都看不懂，综合填空也有很多不会的。你知道吗？金淑慧也是四级，她难过极了。怎么会呢？她学习那么好。可不是嘛，按她的水平拿六七级应该没问题的。真遗憾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？她的男朋友最近跟她吹了。哦，是这样。她男朋友是不是六班那个又高又帅的小伙子？对，就是他。金淑慧都打算带他去见父母了，可现在，唉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他是玛丽的同屋，玛丽是我的女朋友。玛丽，是不是那个法国姑娘，爱打篮球，高高的个子，一头金发？对。二，谁也预料不到。张宇现在一家电脑公司工作，有一天，他打开电脑，发现辛辛苦苦搞的一个设计突然没有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做的东西怎么突然不见了？你查查，是不是有病毒了？真糟糕。这种事儿我也遇到过，上次我辛苦了一个多月，结果全白干了。白干倒没什么，这可是下周就得交客户的。天哪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是个意外，谁也预料不到的。本来想下个月可以轻松轻松了，这下没戏了。你也别太紧张了，做过一遍的应该还有印象。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，万一再发生意外，我可怎么交代呢？对了，我新认识了个朋友，是个电脑通，要不请他来帮你看看？那太好了，快，你现在就帮我打电话吧。好，我马上就打。张宇，电话打通了，他说白天没时间，问你晚上行不行？行，越快越好。那就今天晚上八点，在这儿。行，太谢谢你了。三，怎么是你？那位同事请来的朋友，原来是张宇的中学同学。无名，怎么是你？张宇，我没认错吧？没错，是我。这么多年没见了，你居然一点也没变。你也没怎么变，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。无名，你怎么也学会说奉承话了？你的嘴还是那么厉害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还好吗？挺好的，你呢？怎么样？还好，就是太忙。怎么，你的电脑出什么问题了？我做的东西突然丢了，我的同事说你是个电脑高手。哪里，我只是喜欢电脑，又爱给人帮忙。我可就指望你了。你忙完了，我请你吃饭，怎么样？老同学了，客气什么？这是你男朋友？是，他叫李放，是电讯公司的。我认识。真的？这世界真是太小了。二，生词。发，一向，意外，综合，填空，吹，帅，设计，
病毒客户预料出交代通居然奉承话厉害高手指望电讯Thank you.
字，熟读下列对话，并且说明对话者可能是什么人，对话可能是在哪儿，在什么情况下说的。一，你还记得王刚吗？当然记得，他不是我们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吗？没想到，他现在居然成了一名作家。二，我出去办点事，能不能把你的自行车借我用一下？我的车丢了。怎么丢的？嗨，别提了，我刚换了一把锁，没想到小偷居然把它打开了。三，张宇，李芳，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你。我也没想到，几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漂亮。你瘦多了，要不是你喊我，我简直都认不出来了。四，你听说了吗？老张被解雇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昨天总经理还说要提升他当部门经理呢。谁都没想到总经理会做出这样的决定。五，暑假你去哪儿旅行？本来打算去四川、西藏，可现在去不了了。我姐姐结婚，我得回国参加她的婚礼。太巧了，我姐姐暑假也结婚。那你也得回国了？不用，他们要在中国举行婚礼。我未来的姐夫是北京人。